我还想给你打打下手呢，给我打下手，我还想给你打下手呢。嗯，那哎，对了，那婚礼上剩了不少菜，要不我给它热热，咱俩晚上吃。那都剩了多久了？都坏了吧？吃了不会拉肚子啊？还能不是凑合一口啊？哎呦，你这也太能凑合了！刚回来你又干嘛去？我是骗婚的呀。 我不是来替你写东西，吃面的。哎，你还有富裕的，给我一份。就这一个。什么口味？ 怎么讨厌呀！哎，就是。走。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，你自己泡去。我就爱吃你吃过的。不行了，你要吃你自己泡，下。写了。 小何，小何，你别装了啊！我都听见你动静了。 你后半夜别来找我。行，可以啊。嗯，来我家。哎。
您起床别闹事。嗯，好。黄局你知道吧？你去跟他说五号包房的客人进来取一下，他问是谁就说不知道。嗯，今天这餐饭啊，绝对是工作餐，没超标啊。来几瓶啤酒。好的，先生。海涛，你帮我招呼一下，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哎，随便随便随便啊！来来来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。咱们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哎，来。少少，少少，哎，少少，哎呦，来，谁救我？少少。海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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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感觉我爸来了？是我，哎，海王，海王，你们怎么回事？喝了多少啊？怎么在这儿喝成这样了？海王，海王，黄叔叔来了。哎呦，是我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哎，哎，海王，哎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出去。浪费了！哎哎，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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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醒醒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喝成这样？真的是你呀，老头儿？不是我，是谁啊？王菊。为什么喝成这样？什么事儿？嗯，开心呗，开心就多喝了几瓶。你高兴不能喝成这样，喝了多少？嗯，一人一箱。一人一箱？你疯了你？你糟践自己。哎呀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什么糟践不糟践的？哎，那你喝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躲在咱们家的书房吓唬人吗？哎呀，那我喝多了也是一个人。你说你跟海王一男一女，你这腿还搭着腿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让别人看见你怎么怎什么关系？你这胡说什么呢？胡说八道你！哎哎，是啊是啊，嗯，我告诉你啊，嗯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离海王远点。啊，听我听我，还有那辆车你一定要亲手送给你江叔叔啊，不能再开了，马上还回去啊，听话啊。爸，那车到底怎么了？你甭管这车怎么了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醒醒酒，醒醒酒，打车回家，听见没有？啊啊，听话啊。知道了，快回去啊。啊啊，哎，你走了，知道了，听话啊。嗯嗯。我操！
睡那个，过去吃饭了。闻着香味儿了。呵，你这不是会做吗？我也没说我不会做呀。那你还要给我打下手？我本来以为你也挺会做的呢。再说了，这规矩得先立好啊。那我一上来就说我会做，以后家里什么活都归我了，弄啥呀？吃吧，尝尝。太靠技术了，真的假的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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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小看这些平常菜，最考功力了。那是的，那是的，好吃啊！哎呀，你太夸张了，你可别恭维我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别拦着我了啊！你离我远点，一会儿我动作大伤着你。老婆，饭后有没有活动？当然有活动了，这牌子揽子归谁啊？是洗碗洗筷子不算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嗯，对。没有其他活动吗？其他的没有啊。那我安排一下。安排你自己吧。多吃多吃。嗯，来人，别客气。你也别客气啊。